是自己做的，你自己努力去做才有功德的。有时候人家说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不跟你做，哎呀，我来做。有谁可以支持你不做功德啊？你愿意做嘛，你就做了，做了嘛，你就得到功德了。好事这么多了，为什么会要好事要叫人家叫你做，你才做的？这不开始法会，让很多人马上信佛了，念经了。那不但师父功德大，那么为什么护法功德也大呢？为什么义工功德大呢？因为他从你们身上看到了菩萨的存在，看到你们这么多的好人，他活在世界上有信心了。他没想到你们这么多的孩子这么规矩。就是说我们就是帮助同修的时候所做的事情，也虽然就是哪怕很小，也尽心尽力给他人温暖，然后让他人感动，这样小事情也可以做成大功德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但是这种小事情嘛，要做很多很多呀。大家集体做功德，大家集体得到受益，大家集体功德，这个功德比个人可能还要大。